遥远的过来，你不必就是你不必站起来啊。那个扫尿，拜托你的信里面。扫尿。的信的后面部分。Jovanovan 哈，那个字非，这个字是很难念的。那他帮我们今天要讲我们这第三场。那扫尿，我认识他其实大概有五六年了哈。他很仁慈的在我们那边，我们在去东园放了一部日本时代1936年拍的影片之后，他招呼我们几个人去东园水上草原走，你都忘了哈。然后最后送我们他妈妈已经剪好的野姜花，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那扫尿一直维持他个人的部落格，所以他对于之前的他所传承的这个台湾马里巴的这个文化脉络，他非常有心。那这个也跟他会投入口鼻笛的传承，这个是同样的一个动力。那他投入口鼻笛的传承也有很长的时间了，他参与过非常多的，他不管是实际上表演或教学，他参与过非常多。那只是这次跟我们今天主题最有关的一个背景，而实际上他的一个正式的音乐训练应该是从玉山神学院的音乐系的，然后在这里面接触到民族音乐跟而且是东园的老人家的口鼻笛的这种的展演跟传授，所以整个到外面去了就是回到家乡，把这条路又带回家，这个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扫尿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还有跟他的活动相关的是教会这个部分。那我们今天的专注在口鼻笛的这个传承，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位女性，那口鼻笛我们所熟悉的好像是一个男性的活动啊，所以他怎么做到这件事，怎么去说服老人家，说服其他的人，然后他自己找到一个位置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说要保存甚至于希望活化原有的文化传承之外，我们可以做到一些然后找到一个安适的位置，合理的一个位置，可以说服自己说服别人的啊，身为女性来做这样的一个传统上是一个男性的一个使命。那所以他今天会帮我们主要是讲他怎么做这样什么事情。那我刚刚应该约了一下以后再请他讲一个主题，是他所现在所投入的一个台湾族的传统音乐，甚至也许可以放到其他原住民族的一个情况来谈。那这样子的音乐文化怎么样跟教会的音乐有一个对话的关系，那是下一场的演讲。那我们就欢迎扫尿帮我们今天帮我们谈这个口鼻笛的传承。20年，觉得好像我已经很老，实际上是真的啦。因为只要谈到那个时间的时候，就会暴露到我的那个年龄这样子。但是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心满意足的这个岁月的累积。然后当那个孟莎跟我讲要谈到这样的分享的主题的时候，其实要我再次回溯，我就在过去这个
回顾的过去和那段很辛苦的岁月，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再去回顾了，好吗？所以我在准备的当中，发现呢、真的好多好多在那个当中里面的一些惊奇的事啊，或者是很心酸的事，然后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就是不算短，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常常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会一直坚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大家可能对我最好奇的事情。走这条路，又不赚钱，然后可能又要背上说你又是女性，然后可能又要面对的就是在这种既是男孩子专利的这种体制下，你去做这样子就是这种那个集体的那个时候，我还要去面对这些这样子的很多的这种的疑惑了哈。但是当我在面对这些，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都不是很重要，然后对于影响也不太大，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因为我看到这样的就是过去的这样的文化的时候，因为我看见他的他的那个生命哈，他是那个就是这个文化的存在的一个价值，你知道，因为我自己看见这样，所以让我很专注在这个部分。那我想本来说这个之前我想要先播放那个我们的一段纪录片，但是因为我们的影响的问题，所以就先调过来，先分享，然后再等一下后面再看。就是这个纪录片，就是有关于我，就是在前面的时候拍摄的一段行程。那我们睡觉。OK。我刚刚讲过，在这个传承的心路历程里面，如果我没有使命感。这条路上如果没有使命感，我真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一直做下去。因为那种辛苦，可能没有人可能是可以去形容的那种孤，应该说孤单吧。那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传承它是一件就是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件是工作了，就把它当成是投身我自己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工作是用来怎么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就是要用我们这一辈子的心力去完成的事情，所以又看见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使命的使命感的背后的原因就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心疼，就这两个词了哈，就是心疼的过去。是我们祖先所留下的这些的智慧的结晶。因为我常到那个就是去部落田野调查的时候，就会有就会有那种心境，就是我今天看到那个这个东西好像从我前面这样掉下来，我好像如果没有去接它，我就觉得我好像我明明就看到那件事情，可是我没有去就是接好它，然后或是去接这样子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对不起，就是我觉得很对不起我们的祖先啊什么的。所以在我在做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心疼自己的话，如果他这样过去，这样就没有，就失去了，就再也看不到，或者是再也听不到过去父母所给我们的这种智慧，这些智慧的一些很宝贵的东西。
我小时候，其实我在小学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我就看过、听过老人家的书，就是这个老人家。这张照片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去找的哈，就是在好几年前，就是部落在收集我们的古老照片的时候，发现有这张照片，因为我在从就在过去，我在回去找这个部落，回去问这些他的家人的时候，那家人都不太知道这样的事情。对，可是我在小时候就是看到他，每次部落里面有什么演出啊，或者是很特别的节庆的时候，他就会身穿着一个很特别的服饰，然后每次都会吹个笛子，而且我就觉得他吹的吹法很特别。当然在部落里面看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笑啊，为什么很好笑？那就是因为他用那个单管笔笛，他用单管笛笛这样，然后拿那个棉花塞另外一边的鼻孔，他每次都塞个另外一个鼻孔的时候，因为他塞得很可爱，然后从那个棉花都出来了，然后就这样子吹，我在部落里面都觉得他在上面。其实他是，我还觉得他吹的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艺的一个老人哦。但是在部落里面看来，可能真的是蛮热心的。对，但是我那个时候，但是我那时候的年纪很小，但是那印象我非常非常的深刻。对那个老人家，还有另外一个，但是因为另外一个他，已经没有办法吹了。那这个就是请留他这个就是他是我部落里面。现在也目前唯一就这样的照片，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出就是南台湾吹单管笛的部分。我只有这张的照片，因为它是非常珍贵的这个照片。所以后来的时候，我也把这个部分就是自己去制作那个教学，后来也。当了我的后来的那个教小朋友吹哈，其实吹单管虽然很困难，比那个双管还要困难。所以为什么老人家过去他一定要塞左边的鼻孔，就是这样子，这样可能会集中的气在那里。但是我现在就是不用塞，直接这样子吹。大家等一下可以听听看，所以。有塞跟没塞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小时候因为我充满一种好奇心，所以这一场的话，每次演出的时候，像我们在集齐的时候，他都会出来演出，所以我很好奇，所以这一场就已经被渗透在我的那个脑海。我其实小时候是非常对任何一件事情非常好奇的。而且有一些就是很特别的事情哦。好，那我想用我的就是传承这个年表来去就是回顾我这个20年当中的一些就是所做的传承工作。那我在神学院，就是刚刚童教授讲过，就是我在预审的时候，就是真正的接触，就是台湾族的一个气候，就是可以去实际的去接触。那时候这位耆老就是我老师哈，就是把他请，就是从我们部落里面要请他到我们的学校当住校的。就是施金城老师，他就是我的送我第一支笔笛的老人，这个就是他送我的，这个是笔笛了，是口笛，这是他送我的哈，所以这个笔已经跟着我1992年他送我的，到现在一直跟他到这边，就是他送我这个笔笛，他也是就是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带领我是认识就是台湾族的乐器，
在那个当中，我们开始就是学习，就是怎么样去自作，怎么样去吹奏。那当然有一些好奇的就是，在过去里面，我的印象里面的原住民的音乐，我会把钢琴啊和这些吉他的乐器都把它当成是我们自己原住民的乐器这样子，但是就是还没有那种。原住民的意识就是还没有认为说哎这个有分分族群的一些这些文化的一直认为说钢琴是我们属于的乐器，但当时候我对自己的对自己的文化就是认同的这一部分就是很清楚甚至我自己到神学院的时候也不晓得原来有那么多族群那个时候。所以我到神学院之后才那个时候才就正式的开启我对是族群的一些部落的文化的这个认识，所以在接触音乐的民族音乐的这个当中就是也跟在这个就是我1992年到1998年的当中就是算是应该说是从我的母体文化就是进入到民族音乐这一段，就是我的第一阶段就是在这个1992年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我都是在演就是应该算是求学中然后去认识，然后甚至就是更多的机会到部落里面去找到人家去接触，然后想要知道到底现在在部落里面多少人在作战，有在吹奏，或者是有在用台湾族的乐器这个部分。那在这段过程里面，有一项就是从我的报告里面，我在研究的当中，就是从有一个课叫台湾原住民乐器。上了这个课，自从上了这个课之后，我就一栽就栽进去了哈。应该是那时候开始栽进去，到现在就是开始有认识的就是乐器这个，就从那个小篇报告开始写这个报告。我越写的时候，我就越发现，哎，里面的东西怎么越发现里面，就觉得好像我越认识自己哦。对，在写报告的当中，然后我就看了也很多的书籍，然后甚至也在这当中回部落去，就是利用寒暑假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应该算是田野第一次的田野调查，虽然不晓得什么叫田野调查，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人带，也没有人说什么叫田野调查，什么叫田野调查，其实我都是慌慌撞撞的这样子去栽到进入了这个领域里面，但是有一项就是我一直很坚持，就是我在写的这种东西里面，就是一直慢慢的发现这里面一些东西，这个台湾族这个乐器，然后我就发现说，哎，过去我去查这些资料的时候，有关于这些文献的时候，这算虽然是好少，真是查不到，很去调了从民族从那个中研院那边去调了很多的有关乐器，但是有关台湾族的乐器很好，甚至其他的乐器，其他的原住民的乐器也不会很多，那就是找到了一些的资料，当然是最宝贵的找到了就是太子龙朝他的出入的里面，而从里面也找到很多我真的不知道的一些东西，然后再记看他的那个研究报告，然后再从这个报告里面，他的报告里面，然后再去部落里面去，应该算说去校对吧？去证实一些他用的东西，然后去看，然后去问。所以在那个部分，我在写这个这篇报告的时候，本来算是我的应该算是起一个报告的篇的中文，然后。其实对来讲，对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要写这样的东西，其实蛮困难的。
因为在神学里面的教育体制里面，要谈这些关在原住，尤其谈音乐的部分，你要谈那些民族音乐很少。啊，但是很开心的就是我刚好碰到一个，刚好也是有出一个，也是有接触到民族音乐这个专出的老师，对他，他也从他那边也得到一些，就是那些训练方面的一些，他的就是研究的部分，好在就是他研究的态度各种。也教授了蛮多的好的一些研究的方法。然后这篇的报道的当中，我后来才发现的时候，我好像如果只有单纯我的那个专题，然后写完报告之后，好像感觉我好像没有做完事情哦，好像就这样子写完，好像就。好像还没有结束的感觉哈，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我还要再继续再深入去钻研这个部分，因为我讲的可能是比较面向的东西，比较面向的东西，比较一些去采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应该要更深入再去去研究它，更认识它，甚至到它的文化的内涵这一类。后来我就告诉老师说，哎。我想要复修民族音乐，然后毕业的时候，在当时其实我是主修声乐，就是那个时候我主修声，但是花的时间很多都是在那个民族音乐上，唱歌的部分就放一边，还是有唱啊，但是就是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在我的就是研究那个部分写了，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把它写成，就是。我要为这个就是乐器这部分，我要保留它的那个，它这个这一块的那个这种特殊的保留，这些老人家所用的那个智慧。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在去田野调查的当中，所以发现那会吹这样的乐器的老人真的是很少。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再去看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在部落里面还很多老人。然后我再去部落去听到说，那时候我才发现，真的会吹鼓顶口笛的老人家，那时候我找到了七个，那时候我已经七个，十几年前，七八年前的时候，所以已经在七个了。但是我找到有在吹的，就是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有一次的那个场合，就是像。去找一个，他是宠物，他是贵族，哈，他是一个朋友在泰武乡里面。因为我非常想要听到那个比喻声，我想要知道那个贵族他那个所呈现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也想要知道他到底怎么吹呀，那种吹法。肯定他被我感动了，还是怎样？他也没看到说我是女孩子，怎么要听比喻这个女孩子怎么这样子。他只是非常的惊讶，说怎么有女孩子要来询问有关于鼻音的事，因为他觉得有关于要学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很久，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久很久没有吹了，因为身体就是他已经那时候已经快要80，所以已经年长，所以也很久没有吹，然后身体又不太好，这样子又生病，所以我要求他说，希望他可以。吹给我听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然后他就用母语说，刚刚的古纳西，他就那样子啊，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气息很短了，你再让我吹的时候，我可能那个气就会断了，没有气了。我说可以听一下下你的，我想让我听你那个，所以可能看到我这样好像。楚楚可怜的样子，对，所以那个他就拿他的鼻子就吹给我听，就在那一刹那的时候，就毅然决然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我要把它传承下去，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这个已经快要凋零、快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学校之后，在我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撰写，就是有光明字，就很认真的在写。所以每一次在写的时候，当然会遇到很多的瓶颈，会遇到，因为在那种在神学院接受的那个训练啊，是很有限，所以我们在写的东西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问题，但是我都没有。都不管他了，就是反正我想到什么，或者是我就把它写，然后我就参考人家怎么写的时候，因为我写的东西大概几乎都是从田野的东西去写上去，都是应该都算是第一手资料，对，几乎都算是第一手资料，然后去写，所以我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再怎么去想的，怎么去传授，他怎么去制作，就把它写起来。到最后这一篇，我要毕业的时候，我把它完成了，然后开心的是人拿给我的教授和我的老师，就让我的老师就说，哇，这篇写的你可以要拿去给其他的大学的老师要看，然后我说为什么要给学校的老师要看，我说，你最好还是拿去给其他的老师看。结果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找谁来去，因为我不认识的民族音乐的老师也不认识，没有其他认识的。所以后来我这一篇的报道，我这边的论文，就是我毕业之后就发给哪里，就没有去，也没有去发表，也没有发表就发给哪里，但是心里就一直充满着有这样的东西。我那一篇的报道那就这样子，就没有再没有机会，就是在被使用。所以在边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自己毕业之后就遇到了展望会的工作。我进到展望会工作，在1999年的时候，在展望工作的时候，但是我的心还是一直在想着那篇的报道。后过了两年。就是我的民族音乐的其中一个老师，他现在就是在东华大学教，目前在东华大学林贵姿老师，但是他有没有知道，就是班代奴路小时候，也就是因为他的提携哈，然后他的就是让我有机会就是发表自己的东西。他说就是在花莲这边，他们要举办一个第一届的原住民音乐。就你的世界音乐体验讨会，那时候许昌慧老师他们主办，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要不要来那个你的那个论文来发表啊？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的那个一些选课的课我有写，他知道我有写这样的东西。哦，那时候我非常开心哦，因为我在找，那时候我还在找我的工作。他说你要不要来？发表的那篇，这是个机会哦。可是我说我那篇嘛都是手稿哎，也没有打字，也都没有什么，就是用手写。他说没关系，你就来发表，你就让大家知道这种东西。所以就是因为在那一场的这个研讨会当中，大家就开始就认识，说哎，原来台湾怎么有这样的这么。那个时候，很多的一些媒体网站开始有积极的报道，有关于相关的。然后在就是我在在1999年的2005年当中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在这一段里面，就是自从发表那篇论文的时候，其实影响蛮大的哦。老师也鼓励我去参展。就是你要不要去政大那边，就是去报名原住民著作奖的那个研究著作奖。那时候我就对自己，我说还可以去参展吗？我说，人家去参展都是一本嘛，就是一整本都已经打好了，我们放上去。我是手稿的，然后还用订书机订的这样子。我就说，
我这个可以拿去参展。他说你去送看看，他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许个，我就拿去送。后来没想到，哎，真的有得奖哦。就我那次就这样，然后我就看一看在单中的每个人的那个写的东西，哇，都好好的厚厚一份，然后都是专递给我很漂亮。是我那个用手稿的，然后又是那个影印的样子，躺在那里，黑白的在那里，我就觉得，但是我非常开心，就是哎呦有那个机会，就是在政大那个时候，我可以去，又可以把，哎我所采集的这些东西，又让更多的人去认识，让人知道了之后，当然有很多人就开始说，因为还不太知道说自己的乐器。或者很多人还不太清楚那个部分。那就是在研讨会之后，那一年就是在1999年那一年的时候，刚好屏东县政府，就是因为可能是不晓得是因为那一次的得奖知道还是怎样，后来他们就说要。好像就是之前也有在那个1998那个时候，舞台的老师他们好像也有出来，就是有研究，开始好像是研究这个部分。然后可能也因为我透过文化中心的接，就是让我在那个时候就是可以接当协同主持人，就是在我们的屏东县这边就是四间的学校里面去做传承工作。当然那个教授的这些的。齐老就是我们找了两个齐老去找这个技术，那是我第一份哦，开始接触就是度过的学生，也应该算是那是我的第一份的就是做传承的工作，所以我就找了老师，找了那个一些齐老，然后在当时我白天就是在展会工作，晚上呢我去部落去看这些孩子在吹奏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很多的就是有相关的媒体的报道，然后也因为那个在那个期间，我的收到那个文化局屏东县文化局他们那边就是，他就把我的那篇报道出版成册，变成就是在那个时候，算是就是原住民的台湾族的那个乐器的第一本专书教材。那时候就是扶持出来了，那在那时候也是应该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我的传承工作，就是在1999年、2000年当中。那在后期的时候，在2006年到2013年这段期间，其实应该说在中期了哈，因为在中期的这段期间，在展望会的工作，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在我未来就是做从事这个原住民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总觉得就是让我就是对那个弱势的家属还有边缘人的那个社会处境哈，更能感受到他们的那个感同身受。就是帮助我在日后的那个音乐表达与情感的抒发，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在那个部分，因为在白天的时候去家访，就是在看那些个案的时候，其实这是对我在我的音乐的路上也帮助很大。然后在也在那个期间，就是我也恢复了我的传统姓氏，我在2000年的时候。也因为我的就是更让我认识了我自己之后，我说我应该要恢复我自己的传统形式，对，不再是那个以前的蔡奇亚名字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当我恢复那个传统的形式的名字的时候，真是往后的那个就更是不一样，我可以抬头挺胸的。不晓得怎么搞，因为以前的汉民的名字就觉得头都是低低的，后来改了原住民名字之后，都是抬头挺胸的，就是以
以自己的原住民的名词非常的感到光荣。然后后来我在后来期间，我在2020当中，因为可能在这段中期的期间，自己的所学的东西好像还是不够，慢慢的就是觉得在神学在预神的学习的当中，就是都是我在部落里面，可能就是比较算是第一手资料，或者是比较浅的那个所学的部分。然后后来我就到去考台南神学院的研究所，就教教会音乐。然后我在那边就是应该算是在那里有专业民族音乐，那民族主修民族音乐课。所以在那个当中，就是也把我所学的民族音乐这个部分，然后跟我的教会的服饰一些的教会的音乐跟更多的一些结合，然后整个在延伸，把自己的原住民的音乐，透过自己的信仰，透过教会，然后更展演的更广这样子。然后在我的最后在最后一期的当中，这一段应该算是我的丰收，应该算实践。就是把我所学的东西，就是无论是在出版，或者是在推广，或者是在自己的自作的专辑和一些然后都按着自己的一个自己的理想，这个都一个实现这样子。然后也在不同的那个领域里面也接受了很多跟其他的艺术界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的研究者，也做一些很多的交流，还有做一些就是像在国外也有一些让我有一些很多的机会，就让我去接触。然后在这段期间，就是在2006年这个部分，2006到2003年这个部分是，除了制作专辑哦，这个专辑其实是我就是在过去十几年，就是我田野调查的东西，我把它录制专辑里面，因为我想说，那时候在南审毕业之后，我想说，我一个计划说一定要把。在过去的那个所田野调查的音乐，或者是我所学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就是录制一张专辑，那成为一个可以保留，就是保存让后代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让他们可以看到。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2007年出版了第一张的那些专辑，是生命的展那些。其实出这张专辑没有被太。要参加什么金曲奖啊，或者是拿下雄辩的什么，真的我没有太多，我就想要把这个，所以那时候我就用自己自筹经费去然后去独立制作这张专辑，是在日本的清理大学的生活发表乐器，开心就是他，我那次发表的那个乐器是今年有。去留学了，去半年，就是拿了奖学金，去那边看那里的，然后学习结束，然后又跑去加州那边，做了二十一天，然后去了好几场的那个文化的交流，然后我去这一场是在一个台湾的会馆里面，就是介绍台湾族的气场，然后也去了三个人，到那边都有去。这是在前，就是一块。
话剧的演出哈，跟吴满，吴满的琵琶，琵琶，吴满对，好，在国家音乐厅。哦，对，前面一段他用弦，然后后来他就用，他是配合演奏。那是我对了，那是我第一次跟就是跨界的那个演出，做一些就是不管是演奏或者是演唱都有。这是我最小的那个迷笛粉丝。哦，就是我在兰艺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才去教后，因为材料有限，所以那时候我就用水管去做代替，就是制作口笛的时候可以用水管。在都市里面，这个找不到竹子就用水管，可以做替代，那个替代的那个方式。不过声音就有差了。就是我毕业学习毕业在玉神毕业之后，后来我又回去玉神教这间课哦，这间课一些民族音乐的课。然后这是我在儿童一般的，这是我的母校，我当国小，我回去教给你。这个剧团，他们为了鼻底，为了要演奏鼻底，他们好像都是印，好像都是那个印尼的人，是为了要学鼻底，跑到高雄来，然后请我去那里教他们。他刚好在高雄那里他们有演出，然后他们在那里学，叫我去他们的饭店那边去学鼻底。我说好啊，我就带了鼻底这样的学，因为他非常有心，愿意教他们。好像在那个店是在淡水，也是当哎对，就是在屏东部落大学。现在屏东部落大学，我做一些几乎每一学期都有上，就是有一些进阶班的课程，从初级到进阶的二分。就是在高师大也讲。部落的小朋友，有大陆人要来的时候，他们说好奇特啊，你们得用鼻子吹啊。对，然后这些孩子都是已经上了大概两三周，然后他刚好有来宾要来，刚好那是成果展，然后他们顺便，对。吹，然后有吹的也有唱的，这样。对，都小朋友都是从自己从那里教，是在枫林国小，是在高雄部落的。那你看早期，因为材料不足，他都用水管，很容易取。也有一些就是个人的哈，就是要求我是有很多也从北部来的朋友，就是要学这样子，是所以就到屏东来学，密集的上课的，就来两三天，三天就在屏东，然后我要学鼻笛，我说好了，我也教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学生是非常有心，很有兴趣，都来者不拒。但是最重要的条件是鼻子要好。好，就是这个我刚讲的小朋友，而且我在我的在我们牡丹那边，在石门国小算是我们牡丹乡那边，
还没开始，因为这乐器是属于我们那边，所以我在南排这一边我教单管，跟小朋友都哀哀叫，说好累哦，好难吹哦。斜斜的气到底是从哪里进去？它不是口是上面，它这口是在上面。哦，对啊，其实这个鼻笛它就算是濒临，应该讲濒临吹法，因为它是要吹。哦，这是全部的气都是。对，不是堵住它哦。它一堵住它就会没气，不像口鼻一样，全部都含在中间。对，所以它的吹气就是口鼻要你不一样，工作怎么样？对，鼻笛是鼻笛，那没办法，因为鼻笛是一半的气是往出，再往一半的气往出。OK， 这是跟你们看这是哪里的？日本。那个帅帅的男生是哪里的？他的衣服，他手上抓的那个乐器，实际上是已经列入世界遗产。什么？不要了。非常特别。所以我很希望台湾的乐器也可以列入世界遗产。所以我们的政府要加油。这是蒙古，外蒙古。对，就是他吹的那个叫草耳。其实我已经就是吹的时候，它是循环，呼吸要循环，呼吸要循环，就像那个唢呐的。他说起很多意思。对，我跟他对吹，非常特别，因为他鼻子很尖锐，他怎么吹我的鼻子他是没办法吹，他很想吹，他就是没办法吹。对那一场的跨界的那个交流非常特别，希望是有机会可以去蒙古这样子。是他来的，他们来台湾，都是在屏东文化中心演出，然后在文化园区有一些交流。好，好，哎呦，时间好像，在我
馆的一些书或者事情。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在音乐的部分，就是这种创作，因为他把这些音乐也是用在我的创作里面，就是不管是全新的音乐创作，或者是过去的传统的音乐里面怎么去利用的。这个离题，因为在过去跟贵族也有很大的关系，或是男性，然后在过世的时候都非常的关系，所以有一个非常特别，我用到是我们的有人过世的时候，因为过去女孩子，男性是有人过世的时候不能死亡以后，就是不能哭了，不能像我女孩子这样子边哭边唱，是吧？哎呀，那是那把一把一呀，那是噩梦的那个那啊啊啊！这样子，以前的老人是这样唱，边唱边哭，那男孩子呢不行。所以我用在我的这张专辑里面，就是这是牡丹的歌，就是请帮我讲这一边的。我觉得那首歌非常特别，那是我很早期我在预审的时候，我去田野调查的时候提到的，就是那个哀歌，算是那排位的哀歌。我说这首歌无论如何要把它记录下，因为我觉得太美了。然后我就学着唱，把它唱出来。然后我每次唱的时候，老人家就会骂我，干嘛要唱死人的歌啊？可是后来呢，我就把它放在我自己的信仰，就是我跟我的信仰跟它做一些结合，就是耶稣在走苦路的时候，就是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很多妇女就是跟在他旁边，这些跟着在旁边的人都是这些边缘人嘛，我讲的边缘人，或者这些妇女都非常，就是很同情耶稣，所以在这段路里面呢，他走这一段非常非常艰辛，所以我用了这一段的歌词哦，就是耶稣走苦路这段歌词，然后我把它填词在这个枯树，然后又再加笔底这样子就说，所以我唱的时候就没有人骂我。没有人骂我，因为如果我把那个实际的原来我刚刚唱的那首这样子唱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人就会念我，但是也还不错的是，在部落里面有人过世就会放我这段 CD， 对，就一直在那边循环一千的那个声音，我来听看看，因为这声音有点小声。在继续听的时候，你可以去听那个天女人声音。天女人声音里面就是在最后一首曲，对，这张专辑我是用女人的生命史去戳穿的整首曲子，从女人的一生，从出世到恋爱到过世，到这个一路呢，就是阐述了每个女人在每个阶段心里什么他们的角色，就是用歌去阐述着，所以这首曲子是在。
在这个专辑最后也说过，嗯，这样子。好，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创作了啊，生命这个是完全是用比较轻快的那个吹奏的方式啊。这首曲子是在第一张专辑。有的人问我说 ：“Vidi， 可不可以吹很快？”这样也可以呀、啊。哎，有吹的都是很慢。他说：“吹的都是很三星的。”我说：“慢不一定是三星的。”台湾族的歌又听不出来是三星还是南部，都很慢。也不会吹那个快乐一点这样。我说：“好啊，我就吹很慢。”那是伤心的，台湾是快乐的。因为在台湾族里面也叫唱快的，真的蛮少的，除了那个出征的歌啊，是勇士歌才有种比较，其他情歌几乎都是朗朗白。好，刚刚那五首是你的创作，第五首中数是古调，对对，另外四首。是创作的，对对，第二是一二是创作，三是那个宗教歌曲，这是古调，后面两首是，这是古调，对，而这个是，对我用那个双管口笛去配吹起笛去配，也非常符合那个五声音阶的那个音准，好。我想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要放一片，放那个纪录片，现在给大家看一段，然后因为这个影片大概有10分钟，蛮长的，对，想说看一段就好。Thank you.
刚刚我问了小喵，他说这个影片还没有公开发行。那可是他的确是在2012年还是2013年，就是上一次民族志影展，是不是？他参加他的影片，参加上一次民族志影展啊。那所以你们要还想继续看的话，就上网看，就打台湾什么民族志影片学会，打那个，这个办公室在中研院民族所里面。好，那看一下，因为他们会买一些放映的权利。那如果买的话，我们这边 CIS 我们这个原民中心，我们这边会查，因为台大五月份、六月份是他会现在今年是进行全台湾的巡回展，那刚好接近这个学期后半段，是台大是人类学系这边负责巡回这个台北的这一站，所以如果我们会去，我们也会去查一下，如果确实这样，这影片也包含在巡回的片单里面。那我们会安排一个时间再看这个影片，那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脸书上面公告这个讯息哈，那就大家有空的就看一下哈。还有什么问题？那这大家如果这么客气不问话，我就要来问。我很好奇，因为他讲那个相关的文化内涵的时候，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气息跟呼吸跟生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台湾族的布林奥在做一些法术或者做一些祈祷的时候，他会在那个榕树叶啊，就是他做法的那个叶子上面，那个叶子是就是他念一些咒语的时候之后，他会做一些动作，然后那个气也会放在某几个地方，就看他那天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法。那这个气叶他会吹一口气，然后那个词叫什么？有一个特殊的词吗？所以就那个呼出这一口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可是我有一点困惑，就是说你说呼一口气，还有包括说圣经的造人的这个说法也是呼一口气，呼一口气跟鼻子吐的不是，这我也不知道在动词，鼻子的呼气，鼻子呼气跟我们嘴巴吐气，这两个事情其实是应该不太一样的。可是在台湾的观念里面，它是有非常相近的关系，它两个关系是什么？就你吐一口气跟你鼻子呼气这两个事，因为似乎是把他们看着是非常相近的事情。那因为圣经也是吐一口气，所以我不知道在台湾的观念或者说的语言上是同样的意思或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可不可以稍微说说看？这是一个是的，我还没有去，就是那个纪莲巫师在吐的那个词，这个部分我还不晓得。对，可是一般如果说像圣经，他也是吐一口气，那跟你说鼻息，鼻息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跟我们，你说吐，因为一个是鼻子出血气，一个是嘴巴出血气，它跟生命。所以呼吸，因为其实一个是呼，一个是吸，一个是鼻子，一个是嘴巴。所以我圣经里面的讲的就是我特别的是讲的话，就是他是吹在他的鼻孔里，就是他是用吹到他的鼻孔里面，就是从鼻孔里面进去，就是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他是这样子。啊，只是那个你讲巫师，他是从嘴巴吐，对。所以这个跟你说圣经里面跟巫师，那或者我们回到那西这个词，它是呼吸，可是它是跟两个器官鼻或口的关系是什么？在台湾语的概念就是呼吸啊，那西那西，那跟就把那西运是人，如果没有这个那西人就无法有生命嘛。所以我把它赋予，就是说那个 nasi 就是人生，对，就是透过鼻，就是我们的气息是透过我们的气息吹到鼻子这边，然后这个鼻子就有了生命，对，我是这样子去对，所以就是有一些是比较抽象的说法，有一些是比较具体，因为呼吸是个非常具体的生理动作，所以我想我就在这边蛮困扰的。人家很多说法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台湾族民族。刚
个词好吃饭，你要吃饭。一个是我刚刚其实有多少问一下，一个是 samasa， 一个是 masasa， 就是刚刚讲情感，一个是出去，一个是发出的表达，一个是接纳，有点说被抚慰的意思嘛。所以，因为我所知道的台湾语的 sa 跟 ma 两个都是动词，都是让什么事情发生。这个米已经熟的米。所以我很好奇，说那字根是什么 ？masa 或者 sasa， 听起来 sa 是那个字根，意思很多。可是我当然不知道了，那所以因为我们跟他们所以不知道，因为你现在是用中文讲出来的，所以情听起来是一个情，它的重点在情，就像可是在台湾台语是一样，跟朋友听的台语那个腔，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沙沙，对，沙或沙沙，阿贵，你说原来意思？对，台湾语的字根是哪一个？是沙。是沙沙，那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这个我有点想问，沙这个意思，应该是沙沙两个字，沙沙。因为比如说像形容说你是我的动力，然后用什么沙沙沙，用四次沙沙沙沙，然后沙沙沙沙。这是男朋友的枪，你讲的是，就是他们的表现，讲的是沙沙就是他们的两个字，对对，一个所谓的动力的一种词语。那我们那边就不一样。对，我在问的其实就是说他的那个重心，那个词，那个概念的核心是什么？一个是说语言上，音的上，一个是说那个音的意思。然后他怎么变化？他反方向，一个是情感往外，一个是心灵被抚慰。因为心灵跟情感，如果我们很死脑筋来说的话，它其实不必是一件事情。我只是很好奇他的转化。因为他的哥哥，我的情感的力量。情感在哪里？我想现在台北可能不熟，就情感在哪里？我这话有点听起来有点好像，因为在大溪地的概念里面，情感在肚子，很多南岛有时候概念里面，情感，因为你把它用思维的地方是哪？你不要这样子了，因为不一定是这样的地方哪里？对，心啊，真的，对，心。因为你在缺的时候，你怎么去想你的音乐，你音乐就怎么出来，就从你的影响，你的那个情感，就是从你去想，怎么去想，然后你的音乐就会。这是老人说的啦。可是你用谁想？用心想。用心想。那我不是不同意，我说我在听而已。对，就是用心。用心，但是因为那个他跟我说，我可不可以问心在哪里？心在哪里？心在哪里？在那个气息里面。北方大溪的人会说，我的肚子很伤心，我的肚子很伤心。说成中文的话会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情感，一个伤痛的情感，可是伤痛情感的地方是在肚子。所以你中文讲的伤情就翻不出来了，这个好难，好难去。这老师，所以看到没有，怎么问都可以哈，就是因为是好大一个范围，对，也好难。对啊，其实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想说，非常希望，因为早尿的母语，他是本身的学音乐背景，又做这一个做的这么深了，那又是母语很好，所以。这个部分非常希望有人从词的部分来分析，也可以从没有文字声音好乐音的部分来分析，就乐音怎么召唤情感，召唤出什么样的情感，然后对不同世代的人或者不同性别的人，他所触碰到的情感或发出的那个情感有没有什么变化？这我们就把音乐跟情感的情感的表达跟音乐这个作为一种媒介一种形式，这之间可以找到一些。台湾就是一种，对，它是一个很浪漫的，有人问说乐器什么，就是男人吹的感觉跟女孩子吹的感觉也不是一样，没有没有，年长的男性对你有什么意见？到现在没有，知道，就是这边喜欢你跟你分手，就是想你，不是用歌声去来表达对这个女人的爱慕，那个女生就觉得希望有人出声，但是你觉得你有讨论到他们对音乐的理解？
当然不喜欢日本人。你确定有没有挑战到男生对于？是学意大利吗？还是法德语？我们有个课长也是这样，我教他，他是罗马，因为有罗马跟英语。哦，这样子，谢谢，对，看着对，就那边，那边那种，没事。说出来什么样的？他说女孩子睡得比较细腻。这音乐理解上的好吗？我不知道，因为就看在就是这个音乐它的可能是看在这个音乐的那个功能吧，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吹，就可能它是吹出的音乐是什么样子。但是因为像过去的那个环境跟现在的环境，吹出来的音乐不太一样，就那么吵杂。那个环境吹笛，你怎么可能跟过去这么安静的那个？我的外公就是吹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在部落的，我的外公是不拍竹的，我的外公是拍完竹的。怎么比啊？这样？对，在古稀早期拍完竹的。对，有人叫我哥，我们可以传，我们可以学老人家吹这个，很难传。我也是学笛吹的。对，那我吹这个笛子的时候。其实他的即兴的那个，即兴的那个，那款，几乎吹奏的时候就是按看那个环境，不想那款的，不是同样的，然后你心里想的，或是怎么样，不是忘记是，为什么今天吹奏这么结束？我都一直不信，其实每一个是在吹奏的那种感觉，其实能说吹出来的声音，早期是吗？其实我现在就是演出的那个，那个方式在吹奏的那个也是这个。如果是第一次，当然在拍的时候，贵族跟贵族结婚是一定要能当红的。一个工作就是生活面。对，都是。可是现在生活不一样。好像每次都是吹第一次。那已经打不过，不一样算是打不过脸。就是我同学去大同了，花了多少钱？花了。可是他生出来的孩子是呢，是以大同的名字来取，不是以平民。像我平民就是我跟你说。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不要客气嘛。如果你想学，你说你在台北怎么台湾只是那个头牌会觉得。你要问帮我换。好。那请问这个是有分口笛的笛吗？那有比如说唱和或者是什么时间点就是那个区分？对啊，有吗？对，所以除了像笛底就是在。过世的时候才会吹，那双门口的是不会吹。那这个双门口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部分就是其实每一个男孩子都可以吹奏，你只要就是会吹，然后会觉得大家都可以吹成每一个男孩子。你只要有想要就是透过这个乐器去表达你的爱意。都是在谈恋爱的时候，还有就是自由的时候啊，或者在工作的时候啊，在失恋的时候，对。那张是说口笛是个人学习的时候，对，像钢管又不太一样，钢管笛底又不太一样，它在使用上，钢管笛底就跟那个。跟那个猎手棋那个也有关系。那你刚刚有说到这个区域不同的笛底的什么时候？然后就想，就感觉这两个有什么关系？跟那个笛不同的吧？对，其实也有一些有差了，有不太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北台湾这边。是双管的笛子，但是他们也有吹单簧，单簧口笛那个部分就是用猎或手机的那种吹奏。对，那个也不能随便吹，就是里面有一个老师级别的老师，他就是过去就是吹奏。就像木琴会吹口笛的男生很少，所以也是这样。所以单簧口笛那个部分还是会主要。我们家以前有个传统服饰，只有日本爸爸公说，我就对日本人说过，现在看在日本，就是台湾这边写东西，外国是这样子。
角描什么，它就变定。因为它那个口跟鼻，它是同一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说，你可以用鼻子，也可以用嘴巴。哦，没有，是有分，口鼻是口，鼻翼是鼻，所以是不一样。那不然我们就为什么要分鼻子口鼻？要不然一个叫口鼻底，遇到很多人都会错字，说口鼻底，以为就是一个乐器，然后就可以用鼻子。有看到吗？没有哈、哦，其实口鼻是口。是有故事，就是用一般的理解，比如他的音乐，他就有故事，他有故事，然后他的吹法的那个歌，一般我们去听到那个纸笔样，就是直直的声音，然后他吹出来的音，他就一定要这么细。那这会不会有音准的问题？音准在挖洞？当然一定会，一定会。在民族音乐里面哦，像老人家啊，只要一歪一歪吹一吹。对了，不是吧？他哪会知道那个什么440？那个是你怎么样如何比较小朋友？你制作这个，你怎么跟他讲你这个音准？对，这个音准你要怎么确定？开始这个月我其实我在教小朋友的时候，把它我已经把它怎么规就是规格化。刚开始的时候，小老人家也不太知道这样，每一个人的那个猜着有长有短，然后一开始没有人一吹的时候啊，头昏了，头痛，所以怎么教那这样真的非常困难。所以老人家他小朋友听的话，要每一个人吹，有的做出来的音乐是大调，有的吹出来是小调，但是他就是要看那个指法就是那样子，可是音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在教学的时候就是把音子就是规格化，就是说大概我要用42公分的这一成分，就用12公分的做法去做，然后可能大人这边我可能要用50公分的，可能要50公分的做法。那它的粗细会影响吗？也是会啊，跟它的离子一样啊，跟粗细长短都跟它的音阶有关系，还有它挖口。口的大小也都会影响，可是部落的人，以前的耆老，只要挖一个洞，然后吹，很像就是我要的这个音，就像我的师父给我的那第一把那种乐理嘛，我怎么吹就是，应该，下月我就用那个西洋的音来去看那个七个音这样，怎么没有哆来咪？他说那西怎么没有西呀、啊？然后就是哆来咪，然后又不太一样，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子看的，所以你这个是用的气息来控制它的音阶吗？音高，气息，对啊对啊，声音就是出去的气息，就还有一些控制哈、哦，肚子去控制，用音就是用肚子去控制它的音的长短，还有它的那声音的饱满，还有要很重要的是靠喉腔。喉腔，它的共鸣都在喉腔。吹鼻笛的时候还是口对的时候，都有，尤其是鼻笛也是更需要喉腔共鸣。这两管，有一管它是没有抽动的，一管来抽动，是不是？对对，那个一管的那个是不是只有纯粹的就是？最。它是，其实它这个音有三个音嘛，因为我讲说这个旁边是我们讲泛，它是泛音，对，就是哆咪嗦，那个音它都会有，所以它就来配。不过他们在使用它在台湾嘴里面，大概都是在5度，就是哆嗦，所以哆来这边是一定是，就是咪就是哆，很少会有嗦了，大概就是哆跟咪这样配，就是很自然的，就他们那个台湾嘴的很。自然的复音音乐，讲复音音乐，那大概在3度、4度度上出现。它最高音可以听到吗？这个吗？最高哦，咪咪，那已经很困难了。高了，很高了。那低的呢？因为它音很低沉。对，低的。对。它我这个有。直孔这个部分，它有2把。
记不懂。到那个三个这样连起来，反正就大概都是在28，28对应更高。那它的音域在哪里？对，五孔的它的音域比较多，那个音域，三孔音域比较，它的位置。所以这个，对不起，所以这个，那它这个如果不可以用那种像合奏，就是说如果可以组成，我在平。舞蹈，我在舞蹈就是请我的学生，就是我自己编曲，就是编，就是笔底的那个乐曲，就是，但是我也是新的那个创作，就是给学生就是一个合奏，就在那次就是在合奏的时候，就是发表的时候，那个就我就请学生就是有重奏的，也有合奏的。我家就是也都有跟，之前也都有跟大提琴啊，就像我今年的才刚过的那一场，4月6号那一场，就是跟那个李守信，对李守信，跟他就是李守信配他的非洲鼓，还有什么，真的不错，跟国乐团。但是它有一个麻烦，就是它的那个音阶感、音准问题，所以要配的话，一定要找弦乐来配会比较好，比较不麻烦。对，因为你用那个固定的，比如像钢琴啊或什么这些，很难去调音，所以要找弦乐来配，二胡了。它可以依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去，对，或不然就是找独奏乐器。上一次我在平常就是跟勋一起配，我乐团那个勋，他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些那个对位的那种吹法，两个人重奏，这样还蛮不错的。那我们就到这边，那次还没讲完呢。好，那你继续了，要继续吗？其实我们是今天。吹的就是这三个，那这边左边的这个呢，现在已经没办法吹了，84岁，人到大概75岁，鼻底就能吹，对，这样的，所以，真的会吹鼻底的，就是这个右边这个线索，那中间这个是，它是也有。但是用口笛来吹口笛的，因为他是专长是吹口笛，双簧口笛。然后他在制作上，制作乐器非常那个专业的一个老七吧，他做的也非常好。好，我想用作为那个，听说有带吉他来的。我要梦先生一定要带吉他。我主打，我主打就是，我三个不行。
结婚的时候唱的。今天的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回到我们的脸书上面，可以或者你们也可以建议我们下次再找扫庙来讲什么哈，然后还可以再找什么也给我们，可以建议我们一些主题或一些人选嘛。啊，那谢谢各位，那我们之后有所有的讯息都会公布到我们的脸书。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的来。